手手手，起初造字人看着自己手的形状来造字，所以它是象形字。《说文解字里》里古文是这样写的：这个字看上去有五根手指、手掌和。 手腕组成篆书，这里指小篆，也就是手的形状啦。但五根手指都已经弯曲了，像一个拳头。文字演变到了隶书，已经看不出手形了。再看一下小篆的手该怎么写，粗笔回锋，回锋。 再回风。